善恶呢虽殊呢本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啊。诸位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，画起来。诸位，善跟恶以现象界来讲啊，是有所不同的啊，殊就是不同啊，有别。但是诸位，但是佛性呢啊，没有说不一样的。好人呢佛性依旧有，坏人佛性依旧有。所以真正呢无二之性呢名为实性呢。诸位，无二之性呢就是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分别心呢，对，它的本质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实性。实性呢就是佛性。所以各位，所以呢你有一天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你就知道你见性了。如果你没办法达到这样的见性啊，这样的境界，你就知道你还要再学习啊。所以呢，于实性中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诸位，因为佛性呢有没有挥善什么挥恶啊，佛性呢有没有是一尘不染啊。善恶呢是人的意念所产生所分别的啊，所以佛性不失善不失恶啊。所以诸位，你要有这样真正的智慧，这样就叫做圆满报身呢。接着看看下一段呢，自信起一念恶呢，灭万劫善因呢，自信起一念善呢，得恒沙恶尽啊。翻过来，直至无上菩提，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呐、啊！诸位，所以现在呢，对这一段再加以什么？再加以引申来解释哈。诸位，你先看呢哈，自信呢起一念恶，这个灭万劫善因啊！诸位，你先注意看，当你起恶的时候。起恶念，你就能灭掉你的善因了。我们常这么讲呢，哈、哦，这个大错呢，哈、哦，不做了；那小错呢，对不对？不断。那诸位，小错莫以恶小而为之啊。但是我们是很容易呢，对不对？恶小，所以觉得不太重要，有没有？觉得说呢，没有关系。但是现在大师跟你讲。你起一念呢恶就会灭，简单这么讲了，就会阻碍呢你的一念善。你恶的相对，那当然一定是善。那你觉得它不重要吗？诸位，它怎么不重要？因为它呢会阻碍你的善念，它呢会灭掉呢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的善心，到最后呢他会摧毁呢你个人的道德情操，到最后呢他就会让你呢堕入三恶道。你觉得不重要吗？很重要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这一点，你不要随便呢起一个呢哈一个恶念，不要觉得他没有什么。所以呢，自信起一念善呢，得恒沙恶尽。所以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。我举例说明啊，诸位，你出去看地上呢，有纸屑把它捡起来，很简单的动作；有烟蒂把它捡起来，或是路上呢啊，那个快车道上呢有一颗那个石头，所以那个不小心都什么会发生车祸啊，你把它捡起来。那诸位，你不要小看这些动作。一个人为什么把他捡起来？他就是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人。那诸位，一个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人，他自己呢，渐渐会培养呢，对，去尊重他自己。那一个尊重自己的人，他的道德情操呢，就是这样呢，啊，心虚，而自己呢，肯定。诸位，什么叫做佛呢？
人格高尚就是佛啊。如果你对佛呢觉得很遥远，我就告诉你，人格高尚你就成佛，对不对？佛是人做，所以是一个呢啊，不论呢我们学佛的人说他是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哈，他是世尊啊，他是怎么样啊，诸位，那是我们学佛所讲的。但是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他只是对世人来讲，他就是一个什么道德情操，有没有人格高尚的人，有没有？我们叫他佛而已。那他今天他为什么能这么圆满？他还不从一念善，有没有修来的？所以呢我们要去把握呢对这种概念，所以他才能够呢得而恒沙恶尽呢，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下一页。那透过这样，就是呢诸位，就是在念念当中去保持这样直至无上菩提，就是呢用这样的角度一直修一直修，修到什么？修到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所以就是把按照这样的方式一直修行到成佛的意思。那能够念念自见呢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。简单这么讲呢，念念自见，一个人知道这种原理之后，他能够呢起心动念念念自见。诸位，见什么？对不对？见本性。那见本性呢，不失本念，就是不失正念。那这样的人呢，有没有名为报身？这样的人呢就是智慧。所以简单这么讲呢啊，六祖慧能遇到弘忍弟子，对不对啊？长生智慧，有没有？长生智慧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是念念长生智慧。我们呢是呢一念善一念恶，一念愚那一念呢又悟，差不多都安内啦啊。他念念常见什么？常见自己的想法欲望贪心，要想要安怎啦，差不多安内。所以呢为什么差那么多呢啊？所以报身讲完了，接着讲最后一个，何名千百亿化身？若不失万法啊，性本如空呢？一念失两名为变化，失两恶事化为地狱，失两善事化为天堂，毒害化为龙蛇，慈悲化为菩萨，智慧化为上界，愚痴化为下方，自心变化甚多，迷人不能呢啊审觉。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，回一念善，智慧极深，此名自信化身佛。诸位，这一段呢读起来好像呢有一点什么，有点相似。在哪一品？是不是疑问品？有没有在疑问品啊？有一点相似。嗯，在疑问品当中呢，如何呢将八邪有没有啊变成八正，有没有啊？那一段有类似谈过这样的话。好，那各位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哈，所以什么叫千百亿化身呢啊？千百亿化身啊，诸位常常有看到呢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啊？千手什么千眼观世音菩萨，诸位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叫做千百亿化身。那诸位，那为什么要千手？那为什么要千眼？有没有？他手都一个什么？一个眼。诸位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跟各位这么讲，眼睛呢代表智慧，手代表慈悲。为什么眼睛代表智慧呢？对，也就是说，对，我们是两个眼睛。对，那假设那是用比喻呢？那假设是千眼，
万眼一眼，就代表说看得比我们什么清楚。所以呢，那个眼睛呢就是智慧。那诸位，那牵手为什么叫慈悲呢？哎呀，诸位啊，他也要我们用手扶持，他们也要我们用手拉他一把。那我们为别人服务，对不对？常常呢，对不对？也要用双手啊，来呢，来服务。那诸位，所以你看到一尊观世音菩萨牵手牵海观世音菩萨，你可能来夸功，那安尼去，你讲安尼，伟人讲那安尼去，那有人讲说呢，哎呦，这个啊很庄严哦。但是我有听过，可这样，好恶心哦，好可怕，我也听过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为看起来像妖怪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你可以这样想，像妖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去明白说啊，它的内涵它到底是哪里呢？那所以，那难道你不能够千百亿化身吗？你可不可以？你可以，你不用成佛，你就可以千百亿化身。此外，我怎么解释？给我解释给你听呢？有的人是什么？去公司，他负责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，其他他都不愿意做。下班呢，有没有也不愿意做家事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这样跟你讲，我的工作今天白天已经做完了，下班我就是要休息。因为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如果回家你不能够叫我工作，因为工作我已经做完了。那有的人呢，有没有啊？职业内在他家那一口，其他家好几口都不愿意在。对，那叫自私。也就是说，他可能是服务特定的对象，服务呢，他觉得他认为呢，对不对？对，他重要的人。那诸位，这个叫做一个人，他只服务部分的人，这没有办法牵手牵眼。那诸位，在牵手牵眼是什么呢？他愿意服务很多人，他愿意帮忙很多的人。那诸位，那你不是千百亿化身吗？那不然你是什么？你看，有时候化身变成一个什么？一个勇者。这个事情呢，大家懦弱的时候，我跳出来。但是有时候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化成了对一个慈祥者。那有时候呢，化成老板；有时候呢，对不对？化成员工呢？那诸位，那你不觉得这是千百亿化身吗？那诸位，那我上课，对，那跟你们就谈佛法，那跟外面的人呢、啊、有没有就谈呢一些呢啊、哦、心灵的课程？对，那对呢一些朋友呢有没有就谈一些呢对内心的疑惑？那诸位，那这个也可以千百亿化身呢。所以你要去明白说呢，所以你已经在学佛，不要学一个名相啊，自己用不到。哎，自己用不到啊。有的人会说什么，不是我不要用，而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开悟，所以我什么，我们那个境界用到。诸位，所以你只知其一啊，你不知其九啊。佛法这样学，你起来是很难的。诸位，我问你这样几本跟律师要说开悟的做会到，其他都不用谈，而是说我们要知道说对他的意境，那我们要去下滑这样的意境。我们只是我们内心的障碍，是我们之间绑住了我们，让我们自私自利，让我们自己呢有没有不愿意付出，事实上是这个概念。所以各位，所以千百亿化身就是要叫你呢有没有啊、哦，能够呢好好的用各种方式啊，去呢去度化众生，去服务别人啊，这才是呢对不对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它的内涵。那诸位，那在这里呢，这里六祖慧能大师解释的有没有，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变现啊，内在的哦。你看他说呢，若不是万法啊性本如空啊，诸位没有错，
也就是说当你 不起心动念，有没有，我们自信呢是一尘不染。当你一起念呢，你看呢，一念思量名为什么变化，好，就会出来了。所以六祖大师解释呢，千百亿化身所讲的是从内在什么所变现出来的啊，变化哦，各位，变化什么呢？你先注意看，思量恶事呢化为地狱啊。那诸位，如果你觉得我帮你，你的心会，你的心马上就会变成感恩。如果你觉得我害你，你的心呢，对不对？马上呢就会变成仇恨。那如果你觉得呢，对不对？我不理你，你的心呢可能呢会死掉，对，哀莫大于心死嘛，就灰心嘛，有没有啊？啊，对，是都没关心我，我的心已经翘起。诸位，奇怪啊！所以我们敏敏哦，就是这样讲，为什么会这样想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诸位，你们谁不懂得千百亿化身？因为每个人啊都把话，但是话对好不好？你都话错。哎，诸位哈，大概叫你变几大好，你都变孤。啊，你嘛变老好，你奈大概变安尼啦。所以我们在鼓励别人哈，你有没有观察过？有时候我们在鼓励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越鼓励他，他反而呢越消沉；我们一想提拔他，他又反而越对啊，越颓废。啊，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很伤脑筋，那应该怎么做？所以诸位，所以这个要有智慧啊！你没有智慧啊，说实在的，你对他好，他也觉得说是一种压力啊。我们常这么讲说哈，在失意人的面前不讲得意事。那诸位哦，现在有个失意人，你可以讲说：“哎，你最以前喏，你看像我，好不好？我安喏。”诸位，但是有时候他也是好意，这样对不对？你看像我，我较早嘛做失志啊，不过我即摆都安那，都较轻呀，有无？哎，你都爱像我安喏安喏安喏，一时啊，事实伊嘛是好意啦。好，不过好意中间的时阵嘛讲。欸，我也是不错 啊，所以讲这个问题哦，有时候你自己还才是要这个，有时候作为最失意的人呢，我们只是呢静静的陪他而已啦，静静的陪他啊，要让他呢自己呢能够啊静静去思维说你应该让他走。那如果呢你用呢齁太激他，不见得很好，绝大部分呢都是不太好的啊，依据呢，对不对？我所知道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成效的，所以你只能够不要再去刺激他，然后给他呢一些的空间呢，然后呢只能够用做最适度的启示啊，适度的启示。我用启示比较什么柔和，知道吗？我连鼓励都不太敢用啊，你可以用激励，我连鼓励我都不敢，适度的启示。你看那一只蜗牛慢慢爬，也总是会爬的啊，对的，那只蜗牛慢慢爬总是会爬到。那只蜗牛呢，虽然没有什么力量，慢慢它树嘛是树去球啊顶，是你讲啥？无啦，啉茶。各位，好啊，所以有的学生吼调啊，有的学生调啊，甲学生咧讲的嘛都气的，你知影？气讲啥？输你大家甲学生讲啊呐，拢不勉强啊，伊的智慧咁就听无。啊，实在是嘿，对吧？啊，我都不会晓，嘿，我都不会晓。你是听奇异怪啊？你啊，我感觉功力啊。再来，思量善事化为天堂。
我常常跟你讲说哈，你没那么可怜呐、啊。我常常讲说你没那么可怜。所以呢哈，你自己呢，你也没有那么悲惨呐、啊，你也没有那么歹命呐、啊，啊，真的是这样呢、啊。我说呢哈，所以有很多很落寞的人，有很多失恋的人，对、哦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可怜。那我常做一个比喻，我说笑死人了，全世界每天失恋的，你知道多少人吗？可能哈、哦，所有的台湾都挤不下，那么多人有什么好孤独的啊、哦？对不对？啊、哦、啊，对。对，全世界那个晚上打麻将打输的，你知道多少人吗？很多人在医院，每个人都打麻将打输的，也很多人呢。所以诸位，你现在遇到挫折，你现在被人排斥，你不孤独，很多人，你没那么可怜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诸位，那原则上你去思考一下吗？所以有人讲说呢。啊，我们不行，各位真的不行吗？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席维斯·史特龙，哎，作为那个外国影星哦，我英语哈也全民文化都吼讲啊了也无贵，这个我讲的了算委婉，好，这个我讲的了算委婉，哎，因为我懒得记他们的全名，啊。就讲看下张肌肉安尼就好啊，你个想到阿诺哎呀，好，诸位，那我们都知道呢，啊，这个席维斯·史特龙，他之前哦，他是拍 A 片，啊，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呢，有一天呢，哦，你不知道啊，追过追过，又造了口业，少了福报。那诸位，我们说实在的，我们觉得他在这个社会上的水准是很低的，好，我们是觉得他水准在这个社会上。那诸位，但是当他有一天他想要去什么突破了，对不对？想要去突破了，然后他自己要走上那个更正式的荧幕。所以他从呢啊这种三级片，他自己要升到大荧幕啊，或是呢得进入呢好、啊、更大的市场。所以他拍的第一部电影呢，有没有就叫什么洛基？有没有洛基？这、就是他第一部的电影。那这个呢，剧本是他自己写的，他自己呢写呢洛基这个剧本。然后呢写完了之后呢，他就是要去找人家什么拍，找人家对投资。嗯，那诸位，那这个男主角当然是谁演？当然是他演。但是诸位，他去找过了很多的导演，找过很多的片商，他被拒绝了1000多次。不怪了，面皮足够，我看面皮足够，我看那肌肉足够。那诸位，说实在的啦，我们觉得说怎么是这样呢？所以各位，所以你要相信呢一个理论，什么理论？我不相信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讲同样的答案，我不相信。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说呢，我不相信你拿一件事情去问别人，或是跟别人谈，所有的人都会讲说 no。不会，一定有一个人呢、啊，突然什么没想清楚，对，一定有一个人突然没有想清楚，说好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一定有一个人呢、啊。所以诸位，所以我不相信呢、啊，啊，这个世界上有人什么娶不到什么老婆，啊，嫁不到老公，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。你只要看到异性，你就说嫁给我吧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这样想，一定有人说好。为什么？我那一天隐形眼镜怎么没有戴？他一定说好啊！啊，
所以各位，所以以前我常用这种概念跟他们讲推销，我说你就去做就对了啦，一定会有人会给你买的。啊，什么时候我不知道，一定会有人给你买，你就去做。这个曾经呢，这曾经有个老师哈，教一个学生。那个老师呢，哈，就跟一个学生讲，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有价值，无论是什么都有价值。你相不相信？他的学生讲说，那老师，那路边一个石头有价值吗？他说当然有价值。为了证明我所讲的话是对的，你现在呢，在路边随便捡一颗石头，随便呢，随便捡一颗石头，他就果然捡一颗石头。他的老师就跟他讲说，你就到市场去卖这颗石头，去卖这颗石头。他的学生觉得他的老师在什么，在戏弄他啊，好，觉得他老师在戏弄他。他老师就跟他讲说，你就去卖卖看啊，你就去卖卖看。他就真的去卖，从早上呢就开始卖。对，刚开始打算画笑的，有没有？酒头现在路边啊，捡起来嘛有啊。但就在呢，有没有？就在即将太阳下山的时候，竟然有个人跟他讲说呢，那一粒哈，你要卖多少啊？有人开始询价，你知道吗？那一粒你要卖多少？他说随便啦，你出价我就卖。他说10块钱。那个学生心里就想着，既然有人什么，既然有人出价呢，他说不卖啊，不卖。那个客人就走了，那个学生呢哈，要回去见他老师。他老师跟他讲说呢，你这个石头不能卖，知道吗？直到我叫你卖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什么？你才能够卖。但是你明天依旧到市场去什么？去卖。就到明天呢，又有到市场去卖。结果昨天来看石头那个人呢，又来看了，就跟他讲说呢，那这一块卖我100块好不好？不卖。结果呢，他从那对随便一颗石头，从开价10块，连续在市场呢卖了一个礼拜，既然呢定价能够卖到那对3000块，最后呢当然就卖出去了，最后当然就卖出去了，从此之后，他100%的相信他的老师。新宽，明仔去北矿吗？现在呢？一个好吗？上面没那个福报，你没那个智慧了，没那个福报啊！诸位啊，我们这多知道，在呢《华经》里面有这样的记载。啊，菩萨呢叫善财童子，有没有到外面呢啊，去呢啊寻找一些呢他认为呢没有用的什么药草。结果善财童子呢，有没有出去的绕一遍回来跟菩萨报告说什么？我所看到的这些花花草草没有一件呢，有没有是没有用的。菩萨呢就微笑，他都对，这是我叫你出去的目的。诸位，那这样你怎么会没有用呢？啊，所以以后不要讲说我是个没有用的人，不会，你真的很有用，你真的很有用。
对，那如果没有用，来，跟我去山上，哎，让我用。你怎么会没有用？我用你啊，你怎么会没有用？来去拔草，你看就在拔了。这个树他说没有用呢，实在是。所以各位，那你看，那你又何必想什么呢？所以思量善事化为天堂，难道你不明白这种概念吗？那毒害呢，化为龙蛇啊！诸位啊，说实在的啦，啊，你起那个心哈，你就很可怕了，妖魔鬼怪啦。接着慈悲化为菩萨啊，诸位，对人慈悲呢，就是菩萨啊，对人慈悲就是菩萨，这没话讲。智慧化为上界，愚痴化为下方啊，这个我们来讲一下。我们知道有句话我们常讲啊，向上提升，向下什么沉沦。那诸位有智慧，不但你能够化为上界，这里面所讲的上界当然有很多的内涵，小者有没有，你可以到达三圣道升天，对，然后大者呢，你能够突破什么三界啊，成就。于此化为下方啊，当然指的就是三恶道啊，当然指的是三恶道。所以呢啊，你能够转这个念，你就是智慧了。那如果被禁转了，那就是愚痴了啊。所以诸位，所以不要呢啊被他所转。自信变化甚多，迷人不能呢哈。自己呢去什么去审查啊，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呢，回一念善智慧即生，这句话起来，回一念善智慧即生呢，诸位举个例子，我刚才讲那个故事，如果你懂了，智慧什么即生啊，原来什么我是那么有用，智慧就极深了啦，不用讲太多了，不用讲那么啰嗦。那你为什么对不对不要是这样呢啊，那所以这个也是我刚才所讲的说什么，你现在能改那就是智慧嘛，你不改那当然你自己就没有智慧了。所以不要说智慧是什么啊，智慧不要这样想，不要想了说它太抽象它太复杂啊，能够这样那就是智慧。所以呢此名呢自信化身佛，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要把三个呢合起来讲啊，三生一起讲。善知识化身本具，念念呢自信自见，即是报身佛，从报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好，三个一起讲，有没有？所以三生佛不是三个，大家不要误会，而是呢所谈的有没有，你用各种角度来讲它啊，就像所讲的体相用一样。你看呢化身本具，诸位讲的就是你的佛性呢，你的佛性呢对的本来具足啊，念念自信自见即是报身佛，诸位念念自见呢佛性就是智慧啦，这不是报身佛，那不然是什么呢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呢你念念呢都是攀缘，你念念都是妄想执着，那当然就是啊，就是愚痴嘛。接着从报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，是不是？报身呢就是智慧，从智慧当中转换出去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从智慧当中转换出去的行为就是化身佛。所以呢你自己要知道呢三生佛的应用有没有，怎么去运用。所以读坛经的好处是什么，它马上都跟生活什么结合在一起，它都跟你人生结合在一起，它不会让你只有停留在佛学的名词，让你不会用，这是读坛经哦很好的地方啊。所以你读完坛经之后，以后你去看其他的佛经，请你呢能够导入生活，很快
你就可以应用在生活，你不会说呢哈，金归金啊，我归我啊，跟我不太相干啊，反正我也用不到，反正我也没那个境界，反正我还没开悟，反正我还没成佛、哦、所以在还没开悟之前，这些东西都先放在旁边了。那这是邪见啊，这是你不懂佛啊。所以自悟自修自信功德是自归一啊，所以画起来自悟自修自信功德。所以简单这么讲哦，我们常讲说悟后起修，悟指的是理，修有没有指的是事项，所以呢理可以顿悟，事当见修。那你这样呢啊，才能够自悟自修呢啊，自信功德。诸位，在功德那个部分我们讲过很多的，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功德就是功夫自得，修行的功夫达到一定的层次，那就叫做功德，所以叫做自信功德，这样才是呢，对不对？真正的什么皈依呀？啊，皈依啊！皮肉是色身，色身不是呢？啊，这个染色，不言皈依也。但悟呢，自信呢，三身呢，即是自信佛啊，诸位。啊，所以呢，不要觉得说身体是皈依，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臭皮囊啊，各位不是这个意思。原则上呢，是什么皈依呢？自信佛，无有亦无相送，若能呢，好、哦、送此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啊。那诸位，这是六祖大师很肯定告诉我们的。大家不是说呢，我罪孽深重吗？大家不是讲说呢？我自己呢迷得很深吗？能够按照呢接下来的无相送作一时消灭，真的吗？你看就知道了。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失道，不失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原来造。哎呀啊，诸位，这一段呢实在是很重要。这一段呢已经呢齁、哦、打破呢现今很多的人啊，他什么，他现在所作所为，他认为说他这样就在修行，他认为他说这样就在修道，实在是知见有问题啊。你看呢、啊、迷人修福不修道，诸位，当今很多人都是这样。那诸位，什么叫修福不修道呢？诸位，你以为说吼，你添年休啦，你布施啦，你帮助人啦，你祈求啦，你放生啦，有没有？或者说你做一些印经啦，你就是修道人。那诸位，这样怎么对呢？我们都知道一些保育团体，有没有？常常为这些放生的事情怎么在提出什么呼吁，有没有？他们常常说认为说呢，这到底呢是在放生还是放死，有没有？放了又抓回来卖，放了又抓回来卖，而且呢都特定什么，特定商人知道呢，对不对？某些人要放什么，所以某些放生的团体都知道 要到特定去哪里买。哎，诸位，你我再讲一遍呢，哈，对不对？商人都知道放生要什么，放生的团体都知道到哪里去买。奇怪哈、哦，哎，奇怪哈、哦，你为什么知道要到哪里去买？那为什么他专门要抓来卖给你？这不是因为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供需的关系吗？假设没有供需的关系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。那一般的卖，那一般的开鸟仔店吼，伊到要专工去抓
俩醋椒来卖你，哎，刚，哎，卖这些鸟店的人，干没去俩醋椒？对，醋椒等那条啊，现在看了有干嘛？根本就说你俩。但是诸位，它里面是卖一些比较珍贵的鸟啊，或是比较特别的鸟，或是比较悦耳的鸟。那诸位，那你去放生，难道你会这样跟他讲说，陶哥，哦，你叫我八哥哦，我今天要买的八千只，一个买的公，以放生的团体嘛，啥公啊？哦，假设八哥尊几家尊五千哈，醋椒几家尊五十，好好啊，放其他五千的嘛一只，啊，他放其他醋椒也在放。刚放几只？一百只！哎呦，我救一百人的命！放一只八哥，诸位。所以我在跟各位讲说呢，这要有智慧，那不然的话呢，说实在的，你自己浪得虚名。啊，说不到啊，对你真的有福报吗？啊，各位，我们不要讲说怎么样了，也就是说，哎，真的有福报吗？你有没有去造罪呢？那诸位，那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放生。那诸位，那如果你要放生，应该怎么放生呢？我跟各位分享一下。比如说你今天去爬山，那刚好看到有人啊，对不对？猎人抓到一只野兔，啊，那你升起慈悲心。啊，跟那个人讲说，啊，那只野兔看多少钱，我给你买。诸位，这样的放生是随缘什么？放生。啊，或者说呢，或者说你今天的走过一个地方，那刚好看到呢有人啊，对不对？去你的家黑的什么？啊，比如说狗啦或者怎么样啦，有没有？所以诸位，你要这样放生啊，或是说你今天去海边散步，刚好看到有人怎么钓鱼，你就过去跟他讲说，有没有？对吧？我这鱼啊，我给你买。但是诸位，但是如果你告诉他真正的道理之后，一般的人吼，那些鱼啊。有人会帮他不爱你的钱，我倒是跟你说。但是有的人当然他是不管你什么，不甩你这一套，对不对？还是有这样的人，他不甩你这一套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有时候你要去跟他买，能讲道理就讲啊，不讲道理纯粹是跟他买就好了。那诸位，这叫做随缘放生啊，随缘度众，随缘啊，救这些生命，你要这样放生。卖光啦，我准备一年来放一届啊。啊，无就当阮啊呐，当阮妈妈哈做修的时阵哈，再来放一届。说实在的，诸位，你们在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条件的，你们好像在交换条件。放生不要这样放生。偏偏就是有那么多人要这样放生啊，那你隔壁的要放生，还是让他放生呢？哈，总是比杀生好嘛，对不对？哈，还放生还是让他放生，所以大师才讲说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只言修福便是道，你看，哎，他把修福当成道了，你看看。意思说我这样是修道了，一顿茶高球啊，茶很多啊，实在是啊。那一般修我都怎么修？你看呢、哦？布施供养的浮浮边呢？诸位，沿着布施呢，讲的是对大众；供养呢，讲的呢是对呢哈、哦、师长，就是长辈啦。比如说你讲啊，师父供养师父有没有？各位，你不能够这样跟我讲是吗？来啊，布施师父啊，
红包啥嘞？来来，这个布施师傅哎，那去吃嘞，哎，啊，所以各位啊，真的是这样啊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穷死呢不脱钵啊，哎，方便哎。所以呢，他以为做这些事情呢，哈，对，对，是修道，当然不是的。那福无边，有没有福报？有，当然是有福报。可惜的是什么呢？心中三恶原来造。诸位，三恶就是三毒。那为什么叫原来造呢？也就是说，诸位，你今天拿一万块到寺庙去布施啊，当你布施完了之后，难道这一万块会少掉你的嫉妒吗？难道这一万块会少掉你的恐惧吗？不会吧。所以说金钱是一回事，你的内在呢的问题依旧什么？依旧在啊。所以你是摆在哪里呢？你不从你心地下手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说叫你不要呢，对不对？这样不是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你要福慧双修啊。但是不要两个混在一起啊！啊，这些是很多的人啊，他没有政治正见。泥浆修福易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债。诸位，这个情况呢，那种暴哎，你看看，泥浆修福易灭罪，有没有？哎呦啊，看他做做的嘴给的啦！我现在修一些福报要什么？那好像刚刚安尼呼呼的话呢，就变啊，不是这样子哦，诸位，这两个哈、哦、不能够抵消哈、哦，不是这样抵消的，你不要误会。为什么呢？后世得福，罪还债，也就是说罪还债。所以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哈、哦，假设呢假设我上辈子杀个人，那我这一辈子救一条狗。诸位，我救狗是一回事，我杀人又是什么？又是一回事。难道可以说什么？哎呀，对对，我杀你一命，我救人一命，这样就什么？所以各位，原则上我们常这么讲哈、哦。今天已经有今天，假设你杀死对方。那你今天讲说来，那我再让你杀回去，有没有？他这个不能抵消的。所以今天有时候你在做一些福报，我知道你动这些心，你动这些心，什么心吗？你不外罪过，听啊，这个这样的心很重，我知道。但是诸位，这两码事哈、哦、不太一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你对别人呢啊，假设呢有恩，但是有时候呢你对别人，另外别人还是有亏欠。所以各位，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去造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造恶，然后现在想要来为善，然后去把它弥补，不要这样的心态。那所以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哦，说实在的哦，你到底是在鼓励别人还是纵容别人造恶？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，那建立的那很多人呢、啊、年轻的时候都造恶，或者说他现在也造恶，等到他最后呢想要再来行善弥补，诸位，你不是让他有什么有呢这个呢后路吗？好像说都可以补回来，这样对不对啊？所以我现在就什么、欸、造一些恶也不糊也无妨嘛，我不会回来，所以我造恶有什么关系呢？根本在那想，那当然不会在那想啊。但偏偏呢，很多人的概念，这样的概念很重。所以诸位，您今麦来造福，您唔想做亏心事不？啊，如果你有政治实践，那没问题。所以大师怎么教我们呢？善向心中除罪言，各自信中真忏悔，有没有？你看啊，他原则上是向内中，有没有自己呢？去下功夫，
然后去忏悔啦。对啊，夫大臣真忏悔啦，除血行政即无罪。诸位，这不是补偿，这是从呢内心怎么去下手，从内心下手就能够呢有真正的什么正确的知见，不从内心下手你根本没有正确的知见。那所以什么叫了解呢？真忏悔就是了解。诸位，不然你会忏悔吗？所以我们常讲说呢，对不起，诸位，我问你，我们这辈子讲过对不起是不是很多？你讲每一次对不起的内在，你有真忏悔吗？你不是真忏悔，那是一种礼貌，对不起，各位，那个不是忏悔。一天到晚都在讲啊、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忏什么悔？所以他懂不懂？他不懂，他悟不悟？他不悟。所以这里才讲说呢，除血行政有没有即无罪啊？诸位，这里面的无罪呢，当然就是从心地去下手了。所以呢，这一篇才叫做什么无相啊？无相忏悔有没有？无相忏悔。学道常以自性观呢，即与诸佛同一类啊！哎呀，诸位，修行学道的人有没有？一定呢啊，他的重点要摆在自信呢，所以呢念念能够察觉自己的自信，就与诸佛菩萨啊同一类啊。五祖唯传此顿法，普遍见性呢同一体。诸位，五祖呢有两种解释呢，一种可以解释就是五祖弘忍，一种就是说代代啊，代代的什么代代的祖师有没有啊？一祖传一祖，对，传此呢啊，顿法普遍见性呢同一体了，希望呢对所有的大众都能够明心见性了，有没有跟诸佛一样呢啊？翻过来呢，若意当来密法身呢，离诸法相心中喜啊，这段话起来。若意当来密法身，意思就是说，若是你想明心什么见性，有一个方法，离诸法相，诸位，也就是离相了啊。我们礼拜才讲到什么达摩祖师有没有啊的悟性论，就讲什么离相为宗，有没有？就谈到这个部分。那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今天着相，所以我们不悟啊本性。诸位，那你离相，你当然呢、啊、在当下你就见性啦、啊，啊，所以呢这个离诸法相心中喜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对，从呢啊离相的功夫去下手啊，去下手，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后念呢忽觉已是修啦。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就是告诉各位呢要精进修行，要把握时间，不要让人生什么啊这个空度过。后念呢忽觉一世修，后念忽觉的意思就是呢，当人有没有不在什么啊一席不来啦，有没有？当人生命什么已经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就后悔什么来不及啦。若悟大臣呢得见性呢，这个呢哈、哦，前功何长自心求啊，诸位啊，对，你要悟呢，你就要诚心诚意啊，有没有？往自己的心什么去求啊？是言善知识呢，总须诵此，依此修行呢、啊，言下见性，虽去无千里，如常在无边呢。以此言下不悟，即对面千里何情远来，珍重好去，一众文法迷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这一段呢，大师跟我们讲一个重点，就是说什么，现在不是说我有没有在你们身边，
啊，重点不是说啊，师父或是六祖慧能有没有在我们身边，重点都不是在这里，重点是说你能不能按那六祖所交代的去修行呢？这才是重点嘛，啊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呢，诸位，所以呢，如果呢你看完了到这里，诸位到这里，到这里原则上六祖坛经已经讲完了。诸位你看啊，前面那一套呢是乾隆的大藏经，你去查里面的六祖坛经，它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啊，乾隆藏的六祖坛经，它到这里就结束。好，我还没讲完，放心，我还不讲，放心，我是说啊，以乾隆的大藏经是截录到这里而已，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，你前面几品哈，你自己该背的、该读的，你要好好的读。但是从第七品可以看到，各位第七品叫做考试啊。第七品为什么叫考试呢？假设呢，你前面六品真懂，第七品你叫跨悟。不然的话呢，第七品哦，你就像什么鸭子什么听雷。还好，诸位，我们不是鸭子，我们还是有决心的。所以呢，诸位，第七品啊，接下来都好像在讲故事，但是呢，实在是很好，真的是很好啊。所以读完了第七品之后呢，你该回家去忏悔。原来我对坛经呢完全不太懂哎。啊，所以读完第七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你坛经哦，麻烦一下，还是从第一页什么，再慢慢的悟吧。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啊，就上到这里。